云托归意，未压开满花，繁星同镜之下，几途轮回真假，迷途断肠无人能答，如幻无尽落晚霞，我是笑声间回荡于眼下。我不肯换过一面羽化生杀，浮沉悲欢都笑纳，我思绪满身光华，揭开谜语开入天地的造化，绽放初夏，当痴梦少年并肩天涯，开出云霞，为什么该死的人没有死？为什么回来的不是你？舒儿，那凤隐竟然就是阿英！该死的水凝兽，在罗刹地化成灰都不足惜，可他摇身一变，竟然成了凤凰。怪不得他如此执着千年前的事情，原来他是要回来向你复仇。舒儿，当年你对他行刑，如今他得势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他休想！南风，只有你把我放在最尊贵的位置。舒儿，南风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如初了，离他醒来只差最后一步。是什么？唯有天地间最滋养之物。又是水凝兽。那就是有阿宇了。我现在就去抓他来。哎，舒儿。哎呀，可这么一来，你就是和元起凤影为敌。凤影已经是半神了，又有元起相助。可你如今卡在上军巅峰许久，不是他们的对手啊！我不管，不管是明着还是暗着，我一定要拿到阿宇的内丹。那除非你也晋升半神，才有必胜的把握。可是短短数日，如何才能晋升？祈求神助。有一位大神，他的能耐远超世间所有下三界，连颐和帝卷都未必是他对手，所以神界才会联合起来将其封印。我们可以向他求助。您指的是魔神明启？我吗？你！吞下他，整个天界就会以你为尊，父王也会以你为荣。你们妇女勾结魔族，残害先人，你不怕被天宫知道吗？如今我的魔力已经在凤渊之上，何惧于他？你要固执到什么时候？他们把所有的事情推给魔族，替妖族洗清罪孽，可就算有魔，他蓝风也是死在妖族长老之手，这不共戴天之仇，你就不报了吗？
你我父母修习魔道，晋升为魔神，以后别说什么元起凤影，就算整个神界都来了，也不是我们的对手。父王，要想夺天地之位，还需再多些人手才是。好，不愧是父王的好女儿。燕王来了吗？人没来，只交给我这份贺礼。没来？我不是让你跟他说，今日是我晋升夏军的纪念日，特意邀请他吗？我说了，我还说你备了宴席请他，可燕王只说他有事要忙，就让我回来复命了。不好了！陛下，边界那边燕族和咱们打起来了。走。陛下，何故开战？就是有几名族人说了些闲言碎语，被鹰族的人听了去。什么闲言碎语？是说鹰王曾在人间陪伴陛下多年，先前又经常往咱们妖界跑，妖界都说鹰王是单恋陛下，而陛下的心里却根本没有他。谁说的？陛下息怒。妖皇来了。那我们就聊聊吧。燕爽，既然两军已发生摩擦，接下来应该厘清讲和还是宣战。这种时候，妖皇怎么能来到我军当中？留在原地说便是。鹰王先说，怎么办吧？是我们鹰族出手在先，打伤了妖族，我们赔偿就是。但你们妖族也要为言语不干净向我们鹰族道歉。赔偿就算了，一码归一码，我们的错误自当负责。若是被传出去，恐怕会被别人说我占妖皇便宜。所有人向鹰王道歉。对不起鹰王，是我们出言不逊，一军之错。鹰族的将士们，既然妖族已经道歉，所有鹰族士兵后退50里，镇守边线。是。好了，带人退回边线。是。燕爽，之前是我没心没肺，我现在知道错了，就算是朋友，你也不能拒人千里之外啊，给我个机会。我并非生你的气，只是我们都长大了，肩负起了责任和重担，不能再像从前那般胡闹了。这段日子我明白了很多，谢谢你阿九。叶爽，你听我说完。无意，我要和莲溪定亲了。定亲？所以纵使我们再是朋友，也要懂得避嫌，不能伤了爱自己的人。是你父王的意思吧？燕爽，你不能答应。莲溪他喜欢我，对我很好，为人正直善良，温润体贴，我有什么理由不答应？你才见过他几回？你又了解他多少？你就要嫁给他？认识再久有何用呢？难得的是遇上真心之人，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有人为我种梨花树。从前我耽误了太多年华，未曾有心思细细去看那梨花的美，而今看来是我太傻了，纵使有万般心意，也该在这花开花落间过去了。红叶，我们朋友一场。
你要是有时间，那就来我的定亲宴喝几杯。燕霜，你当真放下了？如今你与林夕情势已定，阿九那家伙也坠回墨迹了。凤影，凤影，不是说我目视更衣之时，你先暂避一下吗？如此大的梧桐岛，找不到一时暂避之处。哦，你不是说你做了几道人间小菜，想跟我共饮吗？我特地来接你的。我早已备好了，你先去吧，我随后就来。好，那我在那边等你。不着急啊，你慢慢打扮。做什么？哎，这是凤影为我准备的梨花酿。凤影请我来吃饭，怎么，酒不能喝啊？他还请你了？元启，坐，陪我喝酒。你怎么了？如今燕爽和莲夕已经定亲了。定亲了，咱们算是同病相怜，要不喝个痛快。你呀，你就是明白自己的心意太晚了。哼，我的心意我自己不知，难道你就知道了？你想想你自己的性子，若是没有感情，怎么能跟他在人间相伴千年呢？一起待了一千年，如今我却成了外人。不然呢？与燕爽订婚的是莲夕，于他而言，你当然就只是外人了。你要来的再晚些，那梨花酿都要被他喝光了。今日这一顿，本来就是请阿九吃的，是看他心情不好，想宽慰宽慰他。阿九，燕爽已经等了你一千年了，如今她不想等了，你也该好好想想。我的心思是驽钝了些，但她就这样急匆匆的订婚，一点余地都不留。我缘分本就是稍纵即逝，错过便就是错过。有时候，做朋友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哎，这话还真没错。当朋友的好处，你看啊，以朋友的身份相处，你可以没事的时候去看看他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好处，只要你能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，你就可以赖在他的身边不走啊。仙界时间那么漫长，很多缘分可以继续的嘛。你还真是好的不交。这些赖皮的本事倒是倾囊相授啊。我这不是看阿九撞了南墙，想让他开心一点吗？来，
我还在这儿呢。啊？啊什么啊？枉我以为跟你同病相怜，找你喝酒，还被塞了一嘴蜜糖。我看你也真是言传身教，这死皮赖脸的功夫，凤仪还真拿你没办法。过奖，只是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有一些成功经验，与你分享一下罢了。是否真的成功，那也得看我心情吧。我真的看不下去了，我走，我自己去喝个够。哎，阿九。阿九。我要不还是去陪他喝几杯闷酒吧。阿九。阿宇，姐姐，我今日来其实是想请姐姐答应我一件事的。我决定要去人间历练，积善德，提修为，像青衣哥哥一样勤勉修习，说不准我将来能跟他一样成为那么厉害的仙君。好，我们阿宇啊，真是长大了。舒儿，你日日运功滋养蓝凤的身体也是无用的，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拿到水凝兽的内丹，才能救醒蓝凤。可是阿宇身旁是元启和凤隐，我找不到机会下手。机会来了，仔细看看这份名单。阿宇，对，地图显示，通往九渊的另外一条通道，在人间。为何这一次不能像查找紫月那般，显现出具体的位置？还是你们这次啊，从结界里边摄取的灵力呀，太弱了，那比不上你们之前收集的，那可都是神光啊。看来只能亲自去人间寻找了。不可，若我们突然去人间，定会打草惊蛇。阿宇，阿宇第一次去人界历练，我们暗中保护，名正言顺。抓住他！你们干什么？不是叫我来看病吗？别跟他废话，抓住他！走开！上！快走！走！青衣哥哥，没事吧？没事就好。抓住了，抓住了！阿宇，可有事？哥哥姐姐，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啊？跟青衣一样。记挂你，便过来看看。是魔族的东西。魔族。大侠，饶命啊！大侠，说，此往来自何人？我家老爷得了重病，近日有人禀报，说他就是灵丹之体，抓了他炼丹，就能救活我们家老爷性命。这破网子就是他给我的。那人现在在哪儿？给了网就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走了。他们能用有魔气的网来对付阿宇，看来早有准备。阿宇刚下凡历劫，是华叔促成的，此事跟华叔脱不了干系。不管他想做什么都没有用，
只要我们彻底封住紫月，白鸟岛一切阴谋都不会得逞。事有轻重缓急，阿宇有我护着，你们办大事要紧。既是如此，那阿宇就交给你了。可如今要怎么追踪到紫月的入口？这网上既然有魔气，用附魔石一点一点找过去，总能找得到。附魔石。怎么会凭空不见呢？难道是有什么隐匿大法？有。这整座山就是一个藏匿结界。这么大的阵仗，三界居然一点都没有发觉。这恐怕需要相当恐怖的法力才行。陆明仙君。严爽。紫月照三界。我臣宋君临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看你今日人间当值，随便转转。陆明仙君不惜入魔提升修为，为何会冰解自保仙缘？恐怕这就是如今九渊结界濒临破碎的原因。紫月在此设出口，一是为了让魔气更加肆无忌惮，引诱所有的入魔者来到此处失去神智；二是为了避开仙界，好让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冲击结界。如此看来，这隐匿结界就是为了隐蔽紫月的存在。想必此阵之后便就是通道。幽君，看来三界中不少人变成了这样。人界不像三界有层层保护，魔气直通人界，过不了多久就会变得邪念横生，世间大乱。这通道魔气太重，依靠我们难以封住，要不要我去天宫搬救兵？天上一日，地下一年，等救兵来时机怕也错过了。更何况现在并不知道有多少人已入魔，要是他们源源不断涌来此处，就来不及了。我来吧。你要做什么？如今最快的方法就是用混沌神力毁了这处通道。光是法力就已经会遭受天罚了，更何况是神力。算了，要法便法呗。严琴，在人间的通道被毁了，你这方法失效了。毁便毁了吧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即便没有外力相助，结界也维系不了几日。这儿你看不清楚吗？通道已毁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先将这个幽君带去找敖哥，将此消息告诉他。方才毁了通道的动作定会让魔族察觉，我们去告诉仙界，封闭北海，撤出其他仙族。那我去禀告风渊陛下，正好阿宇历练结束，我可以护送他回仙界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这点小事我可以自己一个人来。还不赶紧追，燕爽飞得很快的，这一次再不去可就没机会了。死缠烂打就死缠烂打吧，反正放心不下，走了。舒儿，舒儿，
快走，我们快回白鸟岛。父王不是已经派了人手去捉阿宇了吗？为何还要回白鸟岛？紫月在人间的通道被元气毁掉了，他一定已经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在背后谋划，这才假借阿宇下凡之际跟去人间。天宫我们不能再留了。没事，怎么会这样？父王，蓝风只差最后一步就能复生了，咱们还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。如今元启和凤莹已经有了防备，再想取阿宇的内丹真是难上加难，难不成要撕破脸明抢啊？为了蓝风，有何不可？叔，你果然也入了魔，你想干什么？把这水凝兽交出来。这里是仙界，你疯了不成？我管这是哪里，我要他的内丹。伤怎么样？就是小伤，别婆婆妈妈的。阿宇，你没事吧？嗯。这副样子还说小伤？青衣，护送阿宇禀报天帝。嗯。你，现在跟我回妖界治伤。多谢妖皇为我疗伤，我伤已经好了。你只是好了外伤，这金牛谷灵气可固本清源，不如在此多静养几日。不必，现在情况紧急，我不便在这里逗留。你伤还没好，再这样回去遇到他们，岂不是更加危险？多谢提醒，我的身体我自有分寸。燕爽，燕爽。你干嘛非要急着避开我？我刚为你疗伤时，想起当初在天宫我被玉峰惩罚，你给我上药时候的样子。那时我们总在一起，嬉笑也好，怒骂也罢，如今想来却是轻松自在。燕爽，我很怀念当时我们在一起的。你知道吗？你现在特别像一个弄丢自己糖的小孩子。之前你也把那颗糖揣在兜里，也没见你有多喜欢多珍惜，只是现在那颗糖没有了，是你自己不习惯不甘心罢了。不是我喜欢糖，是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你。
我不是不习惯，也不是不甘心，是我一直没弄清楚自己对你的感情。你离开之后，我认清了自己，我是认真的，我爱上你了。从始至终，你在我心里都很重要，从未变过。是我愚蠢、幼稚，因为你一直在我身边，让我误以为你的陪伴都是理所当然的，所以我才忽略了你的心意，忽略了你的感受。我真的很后悔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吗？是啊，你终于明白了，我也终于等到了。可是那又怎样呢？已经太晚了，阿九。谢谢你，阿九。有你这番话，我以后也可以很坦荡地说，从前那些岁月，我一点都不后悔。上君入魔，并且冲击，不过已被元起破坏。修言，元起他们带了个入魔的幽君来。朕已丢了神智，暂且压起来吧。看来九云里那位等不及了。元启，你们有什么发现吗？我们找到紫月了，就在弱水洞中。还等什么？走啊！不可，魏凤已经探查过了，那九渊结界已与弱水洞合二为一。若我们贸然行动，还有可能反而冲破界限。我不管，我要救雪莹回来。再等等吧，我们总有办法可以重新封印九渊的。修言，我见过那些入魔的上君，冰姐威力极强，结界可是撑不住了。确实冲击的厉害。可我还算稳得住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也算有些时间。我会尽快在青池宫的神界典籍中找到方法。好，不过我耐心不多，你可要快些找。放心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走吧。又是等。这让人焦躁。这魔毒狡诈，一开始只潜伏体内，难以察觉。半日后毒发时，他的仙元已被严重损伤，魔毒还在他体内扩散。是我粗心，带他回来疗伤，却不曾想华茂那掌是带了毒的。
林墨叔，有什么方法可以清毒？魔毒身附在他仙元之中，若去此毒，仙元尽毁，只怕去不去毒都救不了他。不可能，燕爽不会有事的，绝不可能。请林墨叔帮我为燕爽清毒，我有办法保住燕爽的仙元。我乃十位天狐，这第十位本是神赐，能重塑妖元，想来也能重塑燕爽的仙元。你要断尾救燕爽，狐尾和狐族妖力紧密相连，稍有不慎，陛下恐会妖力尽失。况且这第十位也只是为陛下妖元受损失所备，未必对燕爽有同样效用。燕爽命在旦夕，我无法眼睁睁看着他什么也不做，哪怕希望渺茫，哪怕妖力全失，我也要一试。请林墨叔成全。仙元也保住了，燕爽无碍了。阿姨，照顾好他们。你去哪儿？去找华木算账。元启，元启。
兰峰。视你为白鸟岛最珍贵的明珠，看到你这样，吴王真的比谁都动心。你还记得父王曾经说过的话吗？只有拥有至高无上的力量，才能拿去任何想要的东西。你还差着最后一颗鹰族商君的内丹，父王替你取来了。只要你吞下它，你就可以成为半神。以后你我父女联手，夺得帝位，号令天下，为蓝风报仇。雪。